我们设计当中呢，也会考虑到就是学生他在校学生呢，他成长的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从比如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他年龄的这个跨度以及他生长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不同，所以在款式设计上会考虑到他有这个伸缩性。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功能，比如说 GPS 定位追踪的，还有自发光发热的这样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我们会融入到学生装的这个创意设计当中。我希望就是能够把我们藏族最精髓的一些文化表现在我们比较现代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表现上面，比如现代的裁剪，现代的一些颜色也好，包括现代的一些音乐表现也好，各种各样的表现出来了以后，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文化，有更多更好的真正的民族就是世界的，真正民族就是国际的一个这种一个感觉。